对呀、啊，他那个图是客户要求打的图吗？肯定不是吧，他们自己能的图暂吧。停吗？这手机。我这不是说，那手机能暂停吗？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嘛，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嘛。这个图是，假如我是要设备的，我挂一个每个厂家里面上随便给他打个图，放心。这样对，你们也是厂家图，他对，他那个图他自己有啊，他搞不了，他光差不多这个图啊，我操，咱是给他的图再扣出来，肯定出来我哈，会换。懂什么意思吧？咱又没那原图，你给他弄出来，假如咱扣的不好呀，图上不行呀，你再给他弄出来，看下打出来和实时的你这边你这打不行，是啊，咱图都不一样哈。咱是通过照片儿，你正经儿，本身打的是很小，你再给他弄那照片儿一点点。还不说，假如说咱是网上，如果你说你网上留个图，我可以用来做查看的嘛？20万未可吗？他现在不是打的那个图吗？打什么图？你先打什么图，咱不好对比嘛？问题，我这边说的问题不好对比啊。我说打后边的，他那个大的图，那大的图咱们没对比到啊。李健。他那大图有啊。大图是李健，李健好的。小一下，你拿手机不这样就行。他那李健能找到了，咱这后边那图是找不到了，只能拍他的原图照。